大家好 ，Facebook 要非常靓嘢都系写啦。而家要睇推一排另一间叫做俄罗斯国际航空 ，Elab 欧亚航空啊，佢都飞世界各国啦，有乜机都玩噶啦，而家系啦，唔同以前咩派咩机乜机系固定，而家唔系啦，啊，而家系 A320 嘅欧洲内陆机，同飞俄罗斯各国内，喺东南亚都可以飞。佢邊個嚟叫 VPBDK 係啦，佢又轉咗邊個 VPBDK 啦嚇？佢 AIV2500 嘅網嘅引擎聲嚟嘅，係啦，都係坐170几至190人度啦嚇，係啦，個口度推一排啦。S7 又有，羅斯亞航空又有，啲俄羅斯啲機咧，全部攞三二零嘅，全部啲最多載客量又唔一定嘅，係啦。係飛啲歐洲同埋東南亞同埋就自己俄羅斯過來啦嚇，都有一半都好難講嘅，係啦。好，咁多先啦。有機會 Facebook、YouTube 嘅連訂員都係 Sarah 同埋 Channel 啦 ，Facebook 拜拜。